豪，我是连春祥。今天的心情是很兴奋啊，因为好像很少参加 party。对对对，很少参加，风景已经很漂亮，然后一上来这边全部都是一些很前卫的东西，感觉很像在另外一个城市一样，那么漂亮的风景的地方，然后跟大家一起参与，虽然有点下雨，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破坏的心情。对，电流棒，对，虽然大概挑战三次都很快就输了，但是就是有印象，小时候一定有玩过这种东西，是很刺激的。下半年可能就是以拍戏为主，然后再看有什么活动会出席，会再跟大家讲。但主要还是就是以拍戏为主。What's up, Milk X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源。今天的穿搭重点就是有穿到看得见的热裤，终于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有穿短裤的。然后穿到非常非常可爱淡蓝色的 hoodie， 这好像也是最新的款式 ，so it's so cute。其实平常 party 的话，我还是选择舒服，因为我就是你知道，要去 party 一定要舒服，你要吃东西要喝东西，不能穿得很勒很紧绷 ，you know。So 我还是 oversize T-shirt 看不见的短裤，对。你知道这后面这个背景音乐真是很闹，我这样完全思考不了。All the way up in Adidas original, no, yeah, yeah, yeah. All the way up in Adidas original, no, yeah, yeah, yeah. 只能这样了。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我的单曲《波街》今天上架了，然后 MV 也上了，所以大家快去 ，you know YouTube click that watch that， 我有在跳舞 ，so 大家如果想看 Julia 在跳舞，快去看一下 MV。